来吧，王教练，我们今天这个第一分其实已经拿下了啊，然后接下来要需要我们做出选择。我觉得他应该，他要赌一把的话，他会强的碰强的，弱的碰弱的发盘。嗯，因为他没，他是一分了。嗯，如果想保守输得漂亮一点，他就是强的打弱的，弱的打强的。我们先拍老将，拍周安泰。上一场获胜方山东皓月派出的征战选手朱万才，哎，好，这正中下怀，看到吗？我以我对老王的了解，我猜的还是比较准的，所以说谁上？谁上？好，好，那就自动请战去了，干他，没问题吧？没毛病，没毛病，没有瑕疵。你看这，手拿把枪，手拿把枪，朱万才，手拿把枪。那王教练还有没有什么要交代的？嗯，没了，提前都安排，身高臂展都有优势，拳打得好，控制好距离，怼啊，怼，防一必胜，防败必夺。